平真，我越来越紧张了。别怕，一会儿啊，你就看玉芝一个人就行了。国际比赛你都不怕，消消烟会算什么？我陪着你呢。新娘准备进场。 其实，我想借今晚的这次机会，想在座的各位，以及所有关心瑞华的亲朋好友们，宣布一项重要的事情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是你替我做的决定。你跟穆子云千辛万苦隐瞒的关系，还有你在我背后做的那些勾当。 理由还不够充分吗？你总说我摸不透你，你总说你摸不透我。原来是我看不清你，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。这种时候就别演什么痴情的戏嘛。 戏已经演完了，我曾经的未婚妻。
我跟瑞华的，觉得害羞是吗？觉得可怜是吗？我把你带头这儿来已经给你脸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还装不明白是吗？那我来告诉你，你亲爱的表姨，跟樊思勾结，已经撬到瑞华49%的股份了，樊思还差2%就可以控股瑞华。 你觉得你亲爱的表姨从哪儿抠这百分之二？啊？你的意思是，不可能？表姨说是要跟我借股权抵押还债，怎么可能会出卖瑞华呢？看来是他骗了。 不是这样的，雨池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。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从我知道你瞒着我，你跟木子云的关系开始，我这儿，我的心早就已经死了。没有告诉你我和表姨的关系是我不对。 但你和表姨是都水火，我该怎么跟你说？我发誓，我从来都没有背叛过你。好了，你别找理由了，你收起你那可怜楚楚那一套，啊！背叛瑞华的人是你，辜负奶奶信任的人也是你，背叛你我之间感情的人也是。 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。如果没有你，我的将计就计也不会这么轻易的完成，木子云也不会这么轻易的上钩。将计就计，雨辰，你早就怀疑我是吗？ 明明心里早有定论，这一直隐忍不发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，就等着在婚礼上给我重重一击。我们的感情就不值得你多一丝一毫的信任吗？那我们的感情对你来说算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提感情二字？你当初选择素锦族。 你就是为了木子云，你编出各种理由来欺骗我的感情，让我去支持你。我去查过，调查木子云跟外人勾结的证据，也是你出面阻挠。你利用我的感情让我信任你，你一次次的蒙蔽我，你一次次的欺骗我，你心里从头到底，只有用我的感情去帮木。 骗我们瑞华，你居然都是这么想我的？为什么你不能提前问问我，听听我解释？我提前问你，让你准备更完美的骗局来骗我吗？再说我有没有选择过相信你？ 我有没有问过你，我们之间以后不要再有秘密？你怎么回答我的？都是我的错，你们都是错，就只有我才是傻子。
这一副面具。你说我们的爱情就像生命树一样，枝繁叶茂，生根发芽。你来告诉我，生根发芽的到底是爱情，还是仇恨？到底是虚伪，还是信任？高景，我真的越来越搞不懂你，我看不起你呀。你的设计跟你的人一样，只会让我觉得虚伪。那些太过美好，只好躲避下去。